大家也许很好奇啊，在外面野钓的鱼我是怎么运回来的？如大家所看到的，下面铺一层薄膜，然后上面放大概四分之一的水啊。为了实现这种简单粗暴的运输方法，还是多亏这台长城皮卡啊，太棒了，这个多功能性很强的。这么简单啊，来，近一点，近一点，来，过来一点，看这羊仔，你看，它还知道撒娇，看到没有？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，这个应该有个十多斤啊，太可爱了。等一下把鱼放进养殖场就行了啊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啊。来。拜拜。